不是纯菜籽油，退一赔三。我们保啊、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做了这么这样一个承诺，这样一个保障的，拿回去吃，不是纯菜籽油，退一赔四啊，姐姐们，这是给到你们的保障，而且是给你们保障的是零添加。我的手都举累了。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零添加、零勾兑、零污染，老人、小孩、孕妇放心的去吃。它的这个标准执行号是你们都知道的，纯菜籽油的标准执行号是多少？有没有知道的？有没有知道的？知道的我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啊！到时候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什么你说了算的，是多少都是你嘴上说的，不是的，它是有那种怎么说的？这种话要怎么讲来着？我。有些话我讲不清楚。你拿回去、哦、对对对，你拿回去炸鱼、炸虾、炸酥肉、炸排骨、炒菜都是可以的，炸出来都是金黄的。这过年了，亲戚朋友来了，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。对，哎，很多人对不对？是不是老年人年纪大了，他需要控油，然后他要吃的那种油，他吃的不好的油，他会更严重。1536有懂货的。对，这上面我们的执行标准就是1536。这上面你们买回去执行标准，如果不是1536的，你们直接给我们退回来，因为它不是纯菜籽油，这是对执行标准号1536，你们放心的去拍，这是纯菜籽油，而且是经过了我们严格的给他们代加挑选的哈，纯菜籽油是非转基因的哈，姐姐们。非转基因的，到手的是9.2斤，对，9.2斤79.9，香不香呀？很香，而且你们看，这种真的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其他那种什么油和这种纯菜籽油炒出来的菜，它完全不一样的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买两桶油，就是其他的一桶，这种一桶，你去对比去看一下，明显的它是会有比较的。我直接拿来放在桌子上吧，要不然大家看不到。啊，阿强哥他举不动了。对，来，下方小黄车已经给大家上车了哈，姐姐们，79.9给大家上车的是9.2斤的纯菜籽油，这样子的，大家可以截个图哈，你们放放心心的，在路上有什么损坏呀，在路上有什么磕到碰到呀、漏油呀啥的，直接给你们损坏包赔的，姐姐们，所以说你们放心啊，直接给大家放在这里看得到，来，啊，小哥他举不动了，家人们。这里看得到，他举不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我怕你累着了，能拍两单的不要拍一单啊！这个纯菜籽油，说真的，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对了。就是过年都用得到的哈、啊，姐姐阿姨们，真的过年了嘛，是不是？家家团圆的日子，给家里面的老人，其实平时，老人，我跟你们讲，吃猪油也很健康。哎，我阿童不是说，哎，我卖一个菜籽油，我就说吃菜籽油最健康，吃猪油也健康，要么就是吃猪油，要么就是吃这个菜籽油，知道吧？年前能收到吗？能收到哈、啊，姐姐们，年前能收到，上次买的还没吃完，是不是呀，秋兰阿姨？谢谢哈，真的，这个是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看看，没有，哎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油。那个油叫什么油来着？我忘了，但是那个油非常非常对，今天拍明天发啊，朋友们。今天拍明天发。明天给大家发哈，那个油叫什么油来着？我给忘了，那个油也吃的也很健康，但是那个油一斤它就要80-90块钱。然后这个油。山茶油是不是你说的？哦，对，山茶油也很好。但是那个油的话相当的贵。那这个油你们都知道，吃油纯菜籽油吃的是最健康的。纯菜籽油吃的是最健康的，家人们，你们都知道的。橄榄油你们知道吗？上次我们都没有卖，哎，159卖你4桶，4桶49.28，28斤。反正这个菜籽油是非常好的，纯菜籽油啊，你们收到货可以检测，可以炒菜。如果说不是纯菜籽油，退一赔四。对的，姐姐们哈，是给了大家保障的哈，给了大家保障的啊、你们放心的去拍。然后这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次的油的包装是这样子的哈，姐姐们，这次的油的包装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自己放心的去拍，需要的去拍哈。现在还有5单，我们没给大家上多少，我拍了，请佳姐拍了的姐姐们回来打个拍了，以拍加急好不好？我看看哪些人拍了，我给大家统计一下，然后明天就是现在的话呢，的各个地方都在结冰下雪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尽快的给大家发出去，然后让大家过年的时候都能吃到。哎，亲戚朋友来家里面呀，用油也用得多，拜年的呀，家里面团圆呀，是不是？嗯，
比如说炸个鱼呀、啊、年年有余，鱼是必不可少的，对不对家人们，过年了嘛，所以说大家到时候都要收到，年前收到给大家拿去炸油也好，炸鱼也好，炸那些油条呀，炸一些酥肉呀啥的，对不对哈姐姐们，我们自己去拍。好的好的，谢谢秋雀阿姨，谢谢我们这个这个一个英文字母的，我不好意思啊，你支持了我们那么多，我都把你的名字念不出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有蓝霞阿姨，谢谢你姐哈、啊，谢谢你们。79.9到手的是9.2斤哈、啊，对，这个有很好的，你们放心的去拍就对了，拍了的打两个字，拍了。拍了的打个已拍，已拍了的姐姐们，明天佳琪给大家发货，再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哈、啊，这个油是这样子的哈、啊，家人们，给大家近距离的再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你们不要觉得说哇，这个油它怎么上面有飘着这样一层泡沫，这个油花，我跟你们讲，有油花的油才是正宗的油，好油，对，好油。如果说它连个油花都孵不出来，那种油不太建议你们去吃。我们吃东西都是吃的健康，都是吃的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身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有什么长这个疙瘩呀，长那个这样那样子的，因为现在那种化学成分，把这个小香锅炖肉，你们炖肉平时炖肉是怎么吃的呀？炖肉就是炖了。炖肉是怎么吃的？是用什么炖的，朋友们？是不是用萝卜，然后还有香菇？有没有用香菇炖的？我们经常我们炖肉的是用香菇炖，因为那种小香菇炖出来很香，知道吧？直播间的姐姐们啊，有需要小香菇的，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上一点，因为要过年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没有说经常开播，没有给经常分享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直播间都是老粉们，一直给我们发信息说你们怎么没有开播呀？甚至还有人说跑到评论区去说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去哪里了？最近怎么没看到他们开播，也没看到他们发作品了？真的很多铁粉们一直在这么支持我们，所以说很谢谢大家啊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油的，我们自己去拍哈、啊，姐姐们，现在还有两单，现在还有两单，好久不见了你们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确确实实因为一些事情，很长一段时间没给大家开播了哈、啊。然后今天是带着这个油来跟大家见面的，我们需要的我们就自己去下一单哈、啊，家人们，79.9到手的是9.2斤，你们放心哈、啊，假一。赔四就是你们拿回去，如果它不是纯真纯正的菜籽油啊，如果说你们拿回去吃的不香不喜欢不满意，都是7天5理由的，这个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保障的啊。然后呢你们拿回去你们可以拿去任何地方去检测怎么样子，退一赔四，如果它不是纯正的菜籽油，有添加有勾兑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啊，所以说姐姐们你们放心的去拍，现在只有最后一单。我说5个数我就给你们下掉了哈，因为我没有我一直都跟大家说，我们上次是不是给大家卖了橙子，后面很多人跟我们说橙子收到了，想要再来买脐橙，我们说没有了，因为我们只要我们说一不二，我们说有就有，我们不会天天骗大家说今天说没有明天还在卖，你们可以去看很多人今天说没有明天还在卖，明天说没有后天还在卖，我们是说没有了就是没有了。今天晚上我这个链接我只给大家油还有，但是我只给大家上了20单，现在只有最后一单了哈，姐姐们，最后一单我们自己去带。其实啊，我建议你们可以多拍两单，因为之前的话呢，很多人说，就是前面那款油他买了回去了以后又来回购，但是没有了，他就是给我发私信说还有没有，我说这确实是很抱歉没有了，但是今天我们还有这个油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自己去拍哈。我数5个数就给你们下掉了哈，家人们。我数5个数就给你们下掉了，可能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吧，但是真的好多人来找我们回购，这么久才开播呢。是的是的，因为这段时间在处理一些事情，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开播啊，家人们，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开播。来，我数5个数，79.9 9.2斤的纯菜籽油非转基因的，我们就是给大家下掉了啊，家人们。79.9是包含了运费的，运费你们都知道，运费都要10几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今天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，而且不喜欢不满意，7天之内可以给我们退回来。而且如果不是纯菜籽油，你吃的不好吃的不香，你打开吃了，你都可以给我们退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来，我数5个数，直接下掉79.9，到手的是5升，好多人不知道是多少斤，以为是10斤，没有10斤，9.2斤啊，来，9.2斤，
也对对对，这段时间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处理了，你们看我现在是不是之前是不是有一个狗皮膏药啊？不是说你是狗皮膏药啊，之前旁边一直坐着一个堂哥，是不是家人们？那是的。今天晚上你们没有看到堂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没有看到堂哥高不高兴呀？家人们很想你呀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。所以说在处理一些事情，就很久没有给大家开播哈。来，家人们认准这里哈，纯正菜籽油哈，家人们放心的去拍。来，十五个数直接下掉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就给大家下掉了哈，家人们。那我隔的有点远了，我往前面移一下，这个桌子把我隔的有点远。今天拍了的，明天都去给大家发放哈，家人们是9.2斤，说这是正规的装，正规包装的都是5升9.2斤的，它也有稍微的小小的装的，我们这个是标准的正规的装的9.2斤哈，家人们9.2斤5升哈，你们放心，真的很香，它是纯菜籽油，不是说那种对9.2斤，不是说那种什么给你们添加油勾兑的其他的那些东西的，没有的哈，姐姐们放心的去带就是了。哎，你们也知道娃娃君梦，我也不是说第一次玩网络，或者说第一次给大家开直播啊，可能有些人哎，是现在我今天看得很开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爸爸。一个失去了女儿的一个爸爸，他都在被全网喷，他一个割肝救女的爸爸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的？看到了扣个一，割肝救女的那个爸爸失去了，在他虽然割肝救女了，但是最后还是失去了他的女儿。哇，好多人都是好，也不是好多人吧，有一些黑粉一直在喷他。哦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太去在意别人的话，我们不是过给他看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一些人他们去找存在感吧，找存在感的人太多了，哎，见到个人他就想去喷的人太多了，所以说喷我啊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喷我很正常，想喷就喷，我觉得哎，我现在不会太去在意那些东西，我只给大家哎真实的做好我自己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如果说我卖不好的东西，我也不敢给大家保障，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说哎是假的，说如果说不是纯菜籽油，给大家退一赔四，我也不敢去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承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敢这么去做，我敢实实在在的去卖好货，去分享好物，那我就觉得哎，没必要去理会那些黑粉，是不是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那我就是啊，支不支持啊？全部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之前我太在意黑粉们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一个黑粉黑我就想哭，因为我确确实实真的很爱哭。家人们，一个黑粉和我就想哭，我就很伤心很难过，我就想要逃，我就想要躲。但是现在我真的明白了，我们做不到人人喜欢，做不到人人满意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做自己，做好自己，不违背道德，不违背良心，对不对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家人们支不支持啊？支持的打两个字支持好不好？永远支持你们，谢谢小芳姐姐，谢谢。支持的打两个字支持好不好？阿成去哪里了？阿成坐在旁边看阿楚墨讲这些道人生悟出来的道理呢。我给他把关。他在听我讲这些悟出来的人生道理呢。阿楚墨成长了好多，谢谢我如兰阿姨，真的如兰阿姨都在我直播间买过37样东西，家人们，现在一直是我们的铁粉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如兰阿姨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。也感谢这个中国老农，谢谢，也在我们直播间买过，还有如兰阿姨，还有秋雀，真的，还有姚宁，你们两个真好，会一直支持我们两个吗，家人们？会不会？会呀，怎么不会？肯定会啊，我也一直支持你，是不是？啊、嗯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谢谢谢谢大家。阿成哥，你看全屏都在打会。既然这么多人支持咱俩，给大家来波福利。什么福利？给大家来波福利。想不想要阿成哥给大家一波什么样子的福利？家人们，阿成哥说给大家来波福利。给大家来波福利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阿成哥说给大家来波福利。你们想不想看阿成哥要给大家一波什么福利？
我要给大家来波福利。什么福利？可以给我来一，也可以，可以也给我来一波福利吗？我没人人都吃得到的，人人都能用得到的，而且都是很好吃的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直接给大家来波福利，直接过年了，主要是现在要过年了，真的，我们要吃点好的。这个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想起我跟阿群梦，然后这个让大家去炖肉吃。哇，很香的一个小香菇。来，家人们，给大家波福利。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？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？之前啊，哎，那天晚上就上一次开播。上一次开播好多人我管我们要小香菇，结果我们没有给大家上，对不起，刚得出来香菇呀，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，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或者没有见过这种小的香菇，只见过市场上的那种大的香菇。其实小香菇你们别看它长得小，它的营养价值是那个市场上面的那种大香菇的多少倍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。啊，小香菇你们可以要过年了吗？是不是有没有已经回家了的？有没有已经回家过年了的？已经回家过年的扣个一，还没有回家过几天才回的扣个二。我看看有多少人已经回家了的，开开心心的，有钱没钱大家都要回家过年，是不是？这个香菇，阿群猫，你跟他们讲怎么吃，然后我每一单我补贴20块，一单补贴20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他们太真的一直都支持我们，我们这年底了没啥支持他们的，一单补贴20块。阿成哥说一单给你们补贴20块，家人们，有多少人是铁粉的支持我们的？拿两个字支持啊，我看看有多少，对不对？那你都每单。